迎接新的一年，秀水乡农会特别伫咧开工了后，准备了已经放伫咧金库七天浸满财气的发财水，送予来到农会办理业务的民众。希望摕到发财水的民众，新的一年拢会当财源滚滚，好运旺旺来。新年你好，新年恭喜！哎，这发财水，予你发大财。迎接近两年，秀水乡农会搭配一百周年，特别经典良辰吉时，将2024罐发财水送到金库内底。在浸满财气了后，摕出来发送给民众，让因拢会当在稳滚滚、好运旺旺来。伫个咱两年新正年头吼，今仔日阮今年啦特别吼，伫个过年前吼，咱发放咱种个红包落啊吼，阖家安康啦。嘛会当吼，让大家乡亲大家拢平安啦吼、哦，所以年过啦，伫咧过年前年过吼，阮拢会送伊红包咯，阖家安康红包咯啊。咱伫咧农历过年前封关进前吼，咱有摕2024罐的发财水吼，摕伫阮的金库内底吼，摕七天了吼，咱开车了，咱摕出来吼，分享予咱。咱的乡亲甲咱的客户吼，希望吼，新的一年吼，大家阖家都安康啦，大家拢发财啦吼，你这发财水吼，咱摕转，阿妈摕伫保险箱啦，吼，啊是摕来啉，啊是要加落咱的汤内底吼，落煮汤，迄拢袂歹啦吼，希望新的一年吼，各乡亲大家拢会当。阖家都平安，大家拢赚钱。民众来到农会办理业务，一个会当摕到一罐发财水，大家拢真欢喜，感觉农会是非常的大心。农会哈，领到这个发财水很开心，然后可以集聚财气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哦，真好啊！发财水顶个讲啊嘛是发财，个身体好，可以让大家都发财。总干事吴明信表示，民众摕到发财水会当早倒去厝内直接啉，也只是家己汤内底拢会当。希望这发财水为民众带来福气，予大家合家拢平安，大家赚大钱。新中华新闻，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。